建筑是历史，建筑是人的生活。中国的建筑学教育基本上更开放。我觉得中国建筑下面呢，肯定会出更多的好东西，我对这点还是挺有信心的。北京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但古朴的胡同仍然被保留着。几百年前，棋盘般的胡同就遍布北京城。今天，胡同被视作最具北京味道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升级改造，现在的胡同里游客比居民多，而居民中外地人比本地人更多。只是胡同里的生活沉淀了家族变迁和儿时记忆，总让人难以割舍。这座四合院古色古香，有一个人回到了这里。2002年，油画艺术家杨岸把家搬回了胡同。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前辈们说，我们这个家族原来都是住在这个传统的这种院子里面，让我很舒服，很舒服啊！一住进来以后，我确实感觉这个房子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四周是封闭的，自己一进一个门以后啊，自己一个天地，就外面就完全都影响不到你，都影响不到。四合院可以同时容纳几代人居住，独特的布局让私密性和公共性完美融汇。能够有机会能够恢复一下我们原来前辈住的这种居住形式，有找到这样的房子住，来体验一下也是挺好的。所以我特别有一种怀旧的一种情绪。画家杨岸在四合院中找回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但是城市化浪潮中，更多的传统院落正在渐渐消失。只有不断地拓展向上的空间，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中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超过20亿平方米，新建房屋占全球一半以上。每一年也有20个新城市诞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举世瞩目。我觉得每一天待在这里都能够看到城市一天一天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好，当然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觉得建筑是一种解决城市生活和城市问题的一种手段和模式。建筑不只是居住的容器，它应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理念正在成为中国建筑师们的共识。阮浩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城市里的人们更加快乐。2012年，27岁的阮浩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国内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一年后，他接到了一项特别的建筑任务。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普遍存在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的这样一种用地不足、学校需要、
体育空间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被很好的解决过，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去挑战这个项目。土地面积仅够栽下一栋教学楼，年轻的设计师们拿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设计方案。我们所做的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呈现一个设计给你，我们希望能够去捍卫这1000多个孩子这6年来奔跑的权利。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责任感跟承诺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设计就充满了动力。跑道和教学楼完美的叠加在一起，所有的安全标准都远超出行业标准。环形的楼体，通透的内庭，从1楼到楼顶，孩子们不需要转身就能一路奔跑而上。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为1600多个孩子找回了奔跑的快乐。以前没有跑道，然后只能在下面跑，然后现在有了跑道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跑步，然后有时候阴天，然后我们上去跑步还很凉快。土地不足是全球城市建设中都会面临的难题。这个项目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对于阮浩而言，孩子们的笑容是最幸福的回报。我们不是一个 creator， 我们是一个 connector。当我们去建立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创新可以做。过去5年里，这帮平均年龄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完成了100多个城市改造项目。在城市化浪潮中出生的80、90后们，正在积极地用最有创意的设计来提升城市里的普通人居住品质。城市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高大的建筑群，他们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更高。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超高层建筑，已经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今天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意识到，这样的追求并不明智。这边它底下不是变成垂直的，一变垂直那水就回去了，挑出去一点，然后它就会哗，对，它会有一个角度哈。这个屋顶上这个。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高楼林立的，那我在这个环境里其实无法寻求和谐，那我就希望这个建筑好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让我们知道城市不一定是那种更高更大更强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纪念碑，它可以是一个景观。这个独特的建筑群已经成了一片高楼中视线的焦点，曲面的外表，错落有致的布局，让人联想到一幅山水画。马岩松并不是第一次在设计中融入自然的概念。2006年，凭借这样的理念，马岩松击败诸多国际知名建筑师，拿下了加拿大一项地标式建筑。这个就是梦露大厦，就是刚才讲，建筑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像曲线飘起来的建筑，让人能充分感受到室外和周边的环境。北美的那种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都不一样。2012年建造完工的大楼，力压1000名竞争者，荣获美洲地区高层建筑最高奖。它优雅的曲线带给人无限遐想。所以我的作品其实就是希望在今天这些现代城市中，能有让人跟自然能和谐相处的，不只是说有树有草，而是说我希望建筑环境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马岩宗的建筑强调与自然的呼应和融合。这座壮美的银白色单体建筑是哈尔滨大剧院。我就从空中看到这个环境，周边的河流湿地就像一个舞动起来的一个大地景观。我就觉得如果在这儿建一个建筑，应该让这个建筑跟这个景观完全融合在一起。大剧院宛如高耸的雪峰，内部空间也充满动感。木质的曲面墙体以简单材料实现了高品质的声学效果。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获得世界最佳表演空间和世界最佳音乐厅的称号。建筑是历史，建筑是人的生活，我是非常欣赏这种价值的，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自然，然后和谐，然后人在这个其中能感到美好的一个环境。这里是四川的大山深处，山路崎岖，足足攀爬了4个小时后，这些人才到达了目的地胡麦地村。李道德他接受了一群志愿者的委托，要在胡麦地村为驴友们修建一栋青年旅社。所以我们希望建筑的形态能够跟环境发生关系，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突兀的一个特别奇怪的这种形式出现在这样一个很自然优美的环境当中。本地的石头、木材和传统烧制的瓦片是建筑的主要原材料。完工后的旅社既充满未来感，又仿佛是从大山中自然衍生而出，而且足够坚固。李道德的建筑理念是延续，他认为每一个建筑应该拥有自己的生命，它印记着过去的时光，也向着未来延伸。798，北京的当代艺术聚集地，街边的这家咖啡馆，正惬意享受时光的人们，突然，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某处。原本静态的建筑在瞬间仿佛拥有了生命。说的具体一点，比如我们可以变形的那个墙面，上面用各种齿轮、各种轮带整个带动起来，就来源于火车头的整个这个轮子的一个轮带的转动，希望能够通过建筑传达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说空间是有生命的。60多年前，这里原本是一片工厂，咖啡馆的前身其实是一座火车站。后来工厂停产，人们纷纷离开，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厂房。其实承载了当年的一些梦想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我们需要保存保留的这样一个建筑。那所以但是新建，那但是这个老的空间呢又不适合我们新的功能需求，它非常超前的，非常个性的表达，但同时能够跟整个环境是一个非常融合的表现。夜幕下的咖啡馆灯火辉煌，仿佛昔日的繁忙景象再度重现。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在建筑领域有着自己的传承、追求、理念和成就。但是，随着中国迈入工业化时代，延续数千年的理念渐渐被认为不适应新的变化。风格各异，甚至彼此违和的作品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但是现在，改变正在发生。让我们再次回到北京，回到胡同，回到四合院。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北京城80%的胡同和四合院永远消失了。2003年开始，北京启动了对胡同的保护计划。Here, when I walk outside the door, I'm confronted with all kinds of things I could never have come up with. That is, in fact,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architecture. But today, because of the way that everything has been commercialized, including architecture, we start to lose a little bit of that understanding. I think the hutongs really symbolize the heart of Chinese culture.北京招募了一大批建筑师来解决胡同居民的生活难题，美籍华人沈海恩就是其中的一位。沈海恩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胡同里。Our idea was basically to build a new house inside an old house, an old historic house.And you see the way that we did it is that we have the new building right behind the old one. So you can see all the original structure is intact.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 people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quite receptive to this idea and have since really embraced this idea for themselves. 他们开发了能够在工厂预制的组合式面板。没有建造经验的普通人也能够在一天内将面板组装成房子，成本也压缩到传统砖瓦建筑的五分之一。依据场地进行设计和定制的小屋，也不会挤占邻居们的空间和视野。施工的速度非常快，不会对邻居们的生活带来麻烦，这样的设计让大杂院的居民们也能够拥有干净整洁的私密空间。I think considering urban context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tendency of society to specialize, which require people to build things in a way where each person has a very small task.All of our society is now structured that way. You know, a lot of us do work that is very specialized. 100年前，西方建筑师打造了上海的十里洋场。直到今天，百年前建造的欧式楼宇依然坐落在黄浦江畔。新旧共存的场景在这里随处可见。郭坚和胡如山，他们既是一对夫妻，也是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师。People often think of China as big projects, bigger.Brighter, glossier, more modern. While we're interested in that, we're actually more interested in saying that there's another part of China, a part of China that understands history, a part of China that respects tradition. So we would like to use the history and inform us in new design, as opposed to just keeping it the way it is.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这座红砖小楼，曾是英租界的警察局旧址，已经被列入上海的文化遗产目录。伤痛和屈辱的印记被保留下来。大面积的刷白和通透的结构打造了一个明亮的世界。
design practice is not just a profession, but it is a profession and a practice that actually can change lives.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And so our focus the next 12 years, let's start with that, would be a focus on a practice that is transformative, a practice that starts to influence the society.延续和看重时间的价值，并赋予建筑新的生命，这样的理念让城市的内涵更加饱满。九月的清华大学，银杏叶一片金黄。早在1946年，这里就开始培养建筑方面的人才。李晓东教授在身体力行地探索着既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与理念，又符合现代生活的新中式建筑。那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的这种模式直接搬过来，而是因为看怎么消化。那这消化过程呢，就需要中国建筑师去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过去。那就是说，传统的建筑是我们这个建筑的一个根，然后从这个种子根长出一个新建筑来。李晓东打造的这栋梨院书屋，坐落在依山傍水的村落里，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树枝编织成的篱笆外墙覆盖了整座建筑。梨院书屋就像一棵巨大的树，这是一座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建筑。梨院书屋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尝试，就是用当地的那些材料，再有就是那个房子很简单，也我是通过这个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长方体，然后希望这个房子呢在那里待着的时候不会对环境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就它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到那儿以后就会影响整个环境的一种审美。透过树枝，你可以看到闪烁的阳光。但还有主要一点就是那个任何一个建筑的除了形态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使用，就是后期的使用。那每个周末都有几百人去，就说明它的使用，它打动别人了。对村民来说，这里不仅是图书馆，也是他们休憩的场所，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不知不觉间，书屋已经成为村子里一处必不可少的公共空间。非常大的感觉就在里面，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梨院书屋先后荣获了2012年世界建筑节大奖、2014年加拿大建筑奖等国际性奖项。今天，中国在建筑领域的成就已经越来越获得世界认可。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有一个特殊的班级。8年前，建筑国际班获准成立，学生们来自世界各地。Is it adjustabl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easons, for instance? We haven't think about that. We haven't figured. Then we have four seasons, and the reason why you want to open up is sometimes. 今天，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一流的培养能力。但我觉得现在这个。从2000年以后吧，中国的建筑学教育基本上
更开放，然后更趋于同这个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教育的这个方式都差不到太多。因为从我的国际班里面的学生的这个状况看，就我们的本科的学生的教育的水准，其实比大部分的这个西方国家还要来得好，就基本功更扎实。In Europe, everything is more historical and quite stop. Here, everything changed very fast. So I am here, and I was really happy to learn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space that for architecture is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more people should come to China to study. The world is not just the West anymore. We really need to look at China very seriously. 今天在建筑领域，中国正在彰显自己的底蕴和能量，而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们被寄予厚望，他们也自觉承担着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中国建筑呢，能量特别大，活力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中国建筑下面呢，肯定会出更多的好东西，我对这点还是挺有信心的。